一个，这个326这一题啊，大概会需要函数的话呢，会用到啊，刚刚四个函数，一个比对，比什么？班级跟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一般的？如果有，就帮我搬过来。那搬什么过来呢？搬它的列，哪一列告诉我，放过来。OK，第二个，那如果找到我就放列，可是找不到，那我就放可能 n 吧，n 的话就找不到的意思。再利用 small 去排序，那这排序一定是先数字再英文，那英文会排在后面。好，第三呢，再用 index 去抓资料，因为我知道列号，那我就把它对应的，比如说 G 栏，那我去抓到 B 栏，所以其实，这个是第七栏，这个第二栏，所以减掉5。他就会抓到列的话呢，那我也知道他现在在哪一列，哪一栏哪一列，那不就可以抓到了嘛？哈，然后呢，如果向右，这个是第七栏、第八栏，就在也是减5，所以这个其实可能会用到一个 color 函数哈。然后呢，最后可能 n 会抓不到资料，因为 index 里面你不能给一个英文嘛，你要给一个数字。那如果你给一个英文，它会出现那个 number 的错误，number 的错误呢，那要过滤掉，所以用 if else。那另外呢，这个 small 要排序哦，因为它是一个范围，你要让它去执行的话，一定要 Ctrl Shift 加 Enter 执行阵列，它才会帮你跑过哦。如果你没有 Ctrl Shift 加 Enter 的话，它无法去帮你个别的去比对。哦，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哦。那怎么做哦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一题真的是蛮有点难度的。不过当然你可以参考啦，往后如果说类似的状况，多用几次，那也许你会对这个阵列越来越熟悉哈。首先第一个，一定要把这个范围先，我就把它删掉好了哈。下拉清单应该没问题吧？就是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，它这边就是一个清单，里面来源这个是写固定的。如果我说你将来是一般、二般、三般固定，中间加逗点就可以了。好，OK，就像一年有12个月份嘛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，一直到12月都固定的话，那你也可以中间加逗点，好啊，不用一个清单。这样子的好处就是，你就不用再想说，哎，那我要不要打在哪里，然后将来去要不要用名称，其实不用哦。OK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游标放这里。那我们分阶段来看，一。用 if 来比对，比对什么呢？if 逻辑，比对什么呢？假设我今天以 A2 当基准，是不是等于什么呢？H2，OK，那两个比对之后呢，如果是 true 的话，那我做什么呢？基本上就是把它现在所在的列号把它带过来，比如说我现在要抓的应该是第二列好了，假设这个范我要抓这个工作表的列好了，那我就是我现在的列，我现在在第五列，第五列哦，所以你用 row 减掉多少呢？减掉3。反之的话呢，那就找不到，找不到就 n 好了。给一个 n，OK，n 来表示找不到。好，那因为等一下会向右、向下，那特别注意哦，请记得哈、哦，把那个 f 那个 H2 哈、哦、锁起来，因为要向右、向下都锁。A2 的话呢，特别注意哦，记得锁什么？其实只要锁栏就好，因为我们班级一定在 A 栏。那列的话，比对，等一下我会向下。向下跑，所以这个锁栏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按确定。基本上哦，我现在把它切到一般好了，你把它向右、向下，有没有？第一阶段，它帮我找到了一般，有没有？里面的话是会，第二列，所以这个一般，第二、第五、第七。有没有都一般，然后后面还有，好像还没到底，
11、12也是的哈，所以底下还有。好，第一阶段，如果用比对的方式，这样可以抓出来。可是问题来了，那我今天应该理论上要把它重新排序，怎么排序法呢？应该要把抓到 n 的放下面，抓到的放上面，也应该。 看懂我现在做的动作了哈，那可是问题要怎么排序？第二个的话，你可能会需要用到那个 small，前面有用过哈 small 排序，那 small 怎么排序呢？它排序不能是自己对自己啊，你要整个范围的排序，所以呢，整个范围的排序，你就必须怎么样，给的是一个范围。 给第一阶段哦，给第二阶段呢排序，怎么样？我希望把它重新排序，把那个，就是数字排前面 ，n 排下面，那这个排序动作有点难哦，因为要把它改成范围的比对哦，所以比对的方法，请各位注意一下，把这个也一样剪下，放在哪里呢？放在 small 里面。 所以统计里面呢，或者是最近使用过，我看有没有 small，然后跑到下面去了。统计里面的 small， 好，那把资料贴上，这个是我要的范围。不过主要要改哪些地方哦？特别注意哈，这个 array 哈，因为我现在是 A 2 跟 H2 比，请你把 A2 这个范围哦，请你改成 A2 到 A12 的范围，因为我现在要比的不是只有 A2， 我要比的是 A2 到 A12 这个范围，请你把它锁起来 ，F4 栏跟列都锁 ，OK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请你把那个后面回来的哪一列哈。 那个 row 减3的减3删掉，把它放在中间，哪一列？意思说我排完之后有没有？我回来的结果是告诉我列号就好了，哪一列的列号，而且是按照什么？按照由小到大帮我排序。那我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？row 小括弧里面一样给 A2 到 A12 一样把它锁起来。 K F4， 意思说比对要是一个范围，回来的也是那一个列，好 ，OK， 那其他的话呢，大家就不用改，按确定。不过确定完之后的话，还有一个 K 第几小，那当然我就从小排到大，所以基本上我现在的列是在哪一列呢？我现在是，所以这边一样 row。 小括弧，我现在在第五列，减掉多少？减掉4，也就是我最第一个是排最小的，再来排第二小，第三，以此类推。OK 哈，所以特别注意到这个地方，我大概把刚刚的公式减下之后，改了 A2 把它改成范围，改2 row 呢，后来本来减3去掉，也改成范围。 指的是这个范围哦 ，OK 哈，然后后面的话第几小，它现在在第五列了，所以呢把它减掉4，最小一直往下，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，好，就这样而已，好，再来做什么呢？按确定，不过特别注意哦，因为这里面有两个范围，如果说将来哈你的公式里面有范围的话，而这个范围你又要让它去。 全部比完一遍的话，全部比完一定要按 Ctrl Shift 加 Enter， 让它执行里面这个范围的阵列，它才会从头帮你比到尾，不然它不会比对哦。OK， 特别注意哈。那可是你要怎么样让它可以去执行这里面的范围比对？一定记得哈，先按确定。
再来呢，请你把游标再放进去，加一个 Ctrl Shift 按住，再加一个 Enter。那这个有什么差异哦？其实你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如果没有 Ctrl Shift 加 Enter， 跟有 Ctrl Shift 加 Enter 有哪些差别？基本上主要就是说，有点像 VBA 里面的那个回圈呐、啊。回圈如果说这个阵列有点像跑回圈，它在这个范围里面。 从头到尾帮你比过一遍，哪一个最小，最小帮你返还。如果你没有执行这个阵列，它不会帮你从头到尾比。OK， 只会跟个别比，或者某个范围，不会是范围，个别比哦。所以向右、向下到底，那你会发现嘛？哎，有没有发现？它现在就重新排序了，而且是2、3、5、7、11、12，后面的话就 number 错误。 因为后面都是n嘛，哦，OK， 啊，最后再来是吧？其实再来就两个函数，去抓实际的位置，再过滤掉不要的东西，结果就出来了。啊，其实最难在这里啊。不过这个阵列有时候其实哈，说真的，反而用 VBA 来写回圈你看得到了，但是这个地方 Ctrl Shift 加 Enter， 你想说到底它是跑什么吗？啊，其实它就是帮你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比对工作全部做完了。 哦，那最后再来怎么样？把这个公式减下，哎，不，记得哦，先取消一下，游标呢，再放回到 G5 啊，记得这个很重要哈、哦，你因为刚刚整个选取，如果你再减下的话哈、哦，你会发现它这个整个范围就错哈、哦，所以把它移到这个 G2， 把这个范围减下，插入一个什么 index， 所以统计函数我要 index。 实际上去抓那个位置，那那个位置的话呢，在哪里呢？我们接下来一样哈、哦，把这个 index 的函数不是统计，应该是检视与参照里面的那个 index 函数。然后范围的话，记得哈、哦，连 A1 也选进来，因为我们刚刚是抓那个工作表的位置，第二列在这里，第三列哈、哦，所以 A1 到 E12 一样按 F4 先锁起来。 哪一列呢？基本上就是刚刚 small 那个。哪一栏呢？哎，栏的话呢，因为我现在在 区栏，所以呢，我可以用 column column 小刮胡。7，它现在在第7栏，可是我要抓第2栏的话，请你把它减掉5，它就刚好抓到流年好。那如果你向右的话呢，变第8栏，第8栏刚好抓到第3栏。 好，减5意思是抓相对位置的哈 ，OK， 按确定。那我看一下大刮胡有没有帮我顺便，如果没有 ，Ctrl Shift 加 Enter， 再让它再跑一下回圈，向右，向下，哎，资料抓过来。那最后记得过滤，好啊，过滤的话记得哈，把游标再放回到这个位置，再把公式减下。 插入一个什么呢？过滤函数 if air 贴上，双引号，按确定。再来怎么样呢？啊，不过确定哦，因为它有时候贴上大刮胡哦，会自动帮你加进来，所以你可能不需要再按 Ctrl Shift 加 Enter 哦，然后向右、向下。哎，这个时候我们来试一下，1班、2班、3班。 做完了 ，OK， 哦，所以这个当然最难的地方应该在那个 small 那个范围的比对上面啊，因为你要让它可以向右向下的时候，它可以把那个阵列里面从全部那个执行的动作从头到尾帮你比对，它抓到那个哪一列最小帮你丢上去，这个动作记得要 Ctrl Shift 加 Enter， 如果没有做的话，那你可能。 就不会抓到是正确的列了哈。那步骤呢，我也把它整理在云端，所以，请各位哈、哦、稍微注意一下。那Ctrl Shift 加 Enter 哈、哦，它才会产生那个大刮胡啊。记得那个大刮胡不是自己打上去的啊、哦，你不要自己打，它不会理你的啊、哦。OK， 之前真的有同学看那个上面，然后就自己打个大刮胡，啊，结果哎奇怪，怎么都没有 work。 或者是说有人哦是
自己去买书，书里面也是大刮胡。哦，他也好像有很多书都没有讲说一定要执行 Ctrl Shift 加 Enter，所以你就自己打大括号。哎，奇怪，书上讲的怎么不对呢？做半天还是不行。这个大括号不是自己打的，它是 Ctrl Shift 加 Enter 所产生的。哦，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哈。然后这边我有把步骤稍微再放上去，那一样啊，这一题哈。其实已经够复杂，不过一样可以用 indirect 做出来，结果也没有问题。好、哦、啊，还一样也会，也一样可以用 VBA 来完成。啊、哦，不过当然相对的，以这种题目的复杂度了哈、哦，其实相对的也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。但是我觉得以这一题啊、哦，用 VBA 反而简单呢。用阵列反而麻烦，底下有 VBA 哈、哦，这个，哎，